主料，山药200克，胡萝卜200克，木耳20克，辅料，油30克，盐15克，味精5克，胡椒粉5克，山药切片，胡萝卜切片，木耳水泡发后摘下朵，锅放油烧热，倒入胡萝卜，山药炒软，再放木耳炒两分钟，加盐炒匀，再加味精、胡椒粉起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